植树嘛，在里面的植树是种植的植树，植树在里面永远没有想到高二的一封情书竟然呢跟他改变了一切，让一个女生进入他的生活。那么吴昕演出的月琴像月琴，在这一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男生一见钟情，钟情之后呢就一辈子聊下去了。这就是他们两个的故事，也是他们两个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浪漫氛围。好的，有没有哪边要拍照？好，没有拍照我们先上一下麦克风。来上一下麦克风，来先请大家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昕。对，那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那个女主角的部分，不是，我饰演的是江直树，对，就是那个非常冷酷，然后智商很高的人。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昕婷。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向月琴的角色，就是虽然大家都说她很笨，但是我觉得她是天真善良。天真善良跟笨没有冲突到。好，就是一直你可以天真善良，然后很笨，对吧？好，就是一直被